所以对今天的服装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准备？就是其实这一次呢，很感谢林毅老师特别帮我订了一个从西班牙的高定，然后所以就是为了这个服装，所以其实事前也是很努力的想要瘦身啦，但是成果不彰不彰。然后但是在就是整个的打扮也是想说能够换一下造型，因为我自己是一个PTT 的忠实爱用者，然后就是乡民朋友们就会说，哎，上华是不是每次在什么节目都一定会有一个招牌的妹妹头，所以我今天就应大家要求露出我的额头，露一个以前从来没有露过的地方给大家看。我们来帮大家来科普一下下咯。好，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会还原变成了水哦，这个换句话说是完全不残留，也没有任何的污染，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也完全都不会刺激皮肤，小朋友 baby 儿童孕妇完全都可以用，欢迎大家上快点购。